1000元超值玩东京，爱玩客要带你在最贵的东京越玩越省。你今天要带我去吃的平民美食是什么嘞？有长翅膀的饺子。哎，它这个很软呢，我本来以为它那个翅膀会很硬说，就一戳，你看哦，すごい美味しい。这上面有个 special 的，可是这一台只要200块。对，干杯！旁边文轩最好吃的地方。中午晚间10点，你瞧，在爱玩客。